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刷到过这个，说是中药房的白白秘方玉肌散，比用了10瓶白白精华的效果还要牛，关键是人用完还真有效。哼，我不信。如果这玩意儿真有效，那不显得像我这种花大几百买白白精华的人像个冤种？有没有效咱今天就来跟他碰一碰。到中药房了。你好，可以帮我配一份玉肌散？开始配药了。小哥说烘制过的草药磨出来的粉更细，装袋赶紧回家试试。咱就按照视频里说的啊，2勺玉肌散加1勺温水，然后把它搅和成这种泥状。为了让效果更直观啊，咱直接敷半脸。 OK， 等待15分钟。时间到，咱们去洗掉看看。哦，好像是有用的哎，你看啊，肤部这边明显感觉更亮更通透啊。不过啊，这只是即时效果，为了确保客观性呢，咱睡一觉，看看明天早上起来还是不是有这效果。 Day two. 现在是早上8点钟，我刚睡醒啊，脸上啥也没涂。来看一下两边的对比啊，嗯，有效果，但是没有昨天那么明显了。而且我个人感觉啊，用过玉肌散的这边摸起来会更滑嫩，出油量也会更少。所以有没有人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原理啊？